需要看相或者批解八字，私信老师即可。婚姻容易破裂的手相，感情现在名指下面被切断出大开口，这是表示爱情的破裂。这种现象不一定是夫妻间没有感情，虽然互相有爱情，却为了性格不合或社会因素不得不离开分手的宿命。需要看相或者批八字，可以加老师微信 66723319。